我系梁明忠，一个多媒体创作人。喺香港，你做少一秒钟嘢都觉得自己唔系香港人，又或者好似做错事咁。其实呢个谂法系咪啱嘅呢？所以无论每日我几忙都好，我都会俾自己脑袋唞一唞、送一送，做啲自己喜欢嘅事情，好似睇卡通片或者砌模型，因为我中意咯。唞完之后再去工作，其实你会做得更多。唔信你都可以试下嘅，唔需要多，每日3分30秒，你会有意外效果。爱自己，关心身心灵，支持滴滴330。